你们大家是在2023年时候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四轮赛事，今日嘅辩题系甲乙辩题，甲方为乐坛颁奖礼奖项应由乐迷选出为主，乙方为乐坛颁奖礼奖项应由专业评审为主，决赛双方为甲方拿下输赢。
若果出現崩潰，又或者係有需要考量嘅話，都會大幅影響投選結果。所以有方同我究竟十個人投票定十萬個人投票更加有公信力咧？第二，加強外圍宣傳，推動樂壇發展。樂壇發展永遠都離唔開大眾嘅支持同樂壇曝光率。而當只有專業評審嘅時候，大眾就會少咗契機去參與。相反，正正就因為歌手得獎與否完全係依賴樂壇嘅投選，所以粉絲通通為咗提升歌手支持度而會為佢哋宣傳，變相無緣無故推廣樂壇嘅存在。無論喺社交媒體亦或係公眾地方入面，樂迷都會呼籲大眾幫佢哋心愛嘅歌手投票。正正就因為樂獎項係由樂迷選出，大眾參與度高咗，亦都會推高頒獎典禮嘅討論度。在接近2022年叱咤樂壇頒獎典禮前嘅兩個月 ，Facebook 上面熱度最高嘅貼文係叱咤樂壇攞咗優秀的歌曲最後五強結果，而呢個獎正正就係由樂迷投選出嚟。可見嘅係拉近樂迷同樂壇距離，係能夠提升樂壇關注度，推廣樂壇。最後上面有方轉變，你承唔承認係主觀嘅咧？如果是主觀嘅話，唔知當樂迷評審都係會按照自己喜好嚟選出得獎者嘅時候，究竟係小圈子定係博彩中意更加能夠代表到樂壇眾所樂見嘅音色咧？各位，下方轉變發言時間為3:27，黃超時台出球分，有正反方斷方轉變發言，有4分鐘嘅時間。
同時避免樂迷以個人喜好瑕疵，另一啲同音樂無關嘅因素，好似歌手嘅外貌、政治立場等，騎劫咗得罪嘅結果。第二，專業評審又更有助樂壇嘅多元發展，唔同嘅頒獎禮有唔同嘅專業評審團隊，從而得出唔同嘅得獎名單，令到更加全面、更加多角度咁樣去表揚音樂。例如台灣嘅金音獎就注重創作同風格，得獎者有獨立樂團同埋原住民歌手。翻嚟香港，叱咤係以專業推介為主，更熟悉本地創作同獨立唱作人。金帆獎咧，幾年前就將最佳演繹女歌手頒咗俾岑明義，讓果交俾樂迷票選，主流男團佔優，人氣研究只可以競盤滿座。咁岑明義永遠都可能得唔到佢應該得到嘅嘉許。粵方主演辦事案4分09秒。接住落嚟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成員提出問題，並且可以打斷對手發言同追問，連答方親不得發問，亦都冇得打斷公辯一方嘅發言。如果違規嘅話，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提出，而提出認同就可以即時扣分，每一次扣1分。如果公辯一方如常發言，提出亦都可以自行決定係咪扣分，因為雙方有冇任何問題。好，如果冇嘅話，而家首先要請評判注意啦，在填寫公辯的分數的時候，要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尤其是反方的分子。第一架根據發言次序，是要填寫回答的分數，第二架才是發問的分數。現在有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去作公辯。第一架數。自由選擇粵方嘅辯員接受質詢。粵方，要向甲方嘅公辯環節開始，你有2分鐘嘅時間，佢請繼續試。請問有關音樂係咪藝術？係啊。音樂係咪俾大眾聽㗎？係啊。所以音樂係咪主觀㗎？都係啊。好啦，所以今日嚟講成件事，原來音樂主觀嘅時候，從來係冇一個客觀嘅標準衡量好同壞嘅時候。所以當所有人不論樂迷定評審，都係用主觀嘅角度嚟審視一首歌嘅時候，請問你10個人定10萬個人更加能反映大眾共鳴？但係如果10萬個人係唔中意嘅話，咁就更加難。好啦，頭先已經自己承認咗，原來咧全部人都係主觀嘅，所以我哋第二次啦，10個人定10萬個人更加能夠反映大眾共鳴。好啦，今日有人都承認，原來係多啲人10萬個人先至能夠反映成個社會氣氛嘅時候，即係今日有人都承認，由大多數樂迷投票先至能夠可以彰顯到嗰陣時風魔一時嘅音樂風格係啲乜嘢啊嘛。好啦，不如講有一堂嘅第二點，你今日咁注重多元化嘅時候，咁有冇係咪覺得每年每一個得獎者係最好嘅？你咁注重多元化，係咪覺得每年每一個得獎者最好？最好梗係啦。好啦，所以今日有冇係咪覺得為換而換係能夠代表大眾嘅口味啊？但今日有一次都承認，當不能夠代表大眾的時候，即係今日有很多知道，你要多元化的前提底下，係能夠說服大眾，有啲有公信力嘛。所以原來從來講緊頒獎禮獨特性就係能夠彰顯你風味咯，風魔一時嘅嘢。所以都係有位同學就話，因為你要多元化，想問有位同學，你承唔承認而家金音獎你有少受少數獎金，而家叱咤係咪頒一個香港嘅少數民族獎就能夠解決你？我問你有乜同學，係唔係我而家頒個少數族裔獎就能夠解決到有乜同學多元化嘅問題？係唔係？係。好啦，所以今日我承認啦，原來咧我而家爆個少數族裔獎就能夠解決到問題喎，所以從來都唔係樂迷定係專業評審嘅問題，而係成個機制嘅問題啊嘛。所以有乜同學啲語言仲講唔過去啦。然後跟住今日有方就話古天樂嘅例子，但係原來因為有個音樂係咪淨係睇音準嘅？係啊，係咪淨係睇音準？我有乜成日唔係提成日飲準，就係原來啲樂迷中意古天樂佢嘅風格，佢嘅唱功，佢可能喺台上面跳舞嘅時候，有乜同學你又點樣斷定佢公辯環加多啲。接住落嚟係粵方嘅公辯，請粵方自由派出一位。加方一款。好，現在由粵方公辯開始，有兩分鐘。藝術就等於無關專業，咁老師睇下影展啊、畫展，咪通通唔使要咯。喂，但係我哋今日製嘅電影，原來都要迎合翻大眾口味噶嘛。咁奧斯卡係咪唔使要？佢都係專業評審選噶嘛。哇，咁我方就同你講，原來啲專業評審都唔代表大眾嘅口味噶嘛。咁我問翻先，奧斯卡係咪要由翻樂迷選？所以咧，其實奧斯卡唔俾音樂嘅。係唔係由翻樂迷選？都話都唔係樂迷咯。咁觀眾好未？係咪由翻觀眾選？可以啊，我方認同。
咁證明乜嘢？證明評判自己係咪都覺得荒謬先？因為藝術並唔代表係冇準則噶嘛。更何況樂迷甚至乎未必係根據音樂評論，有方話古天樂因為樂迷覺得佢唱得好、跳得好喎。但係問題係古天樂自己都識講佢唱歌唔好喎，邊度嚟到唱得好啊？嗱，先佢自己話唱得好，唔代表佢真係唱得好，只要風靡大眾咪得咯。有方話哦，佢自己謙虛，即係問題係其實得我哋睇翻廣大網民佢哋投票係咩啊？佢食花生喎，明知道古天樂唱得唔好，想睇睇佢攞獎。咁有方同學樂迷食花生又係咪你哋覺得音樂質素高？有方你可以自己上網睇評論啦，係咪未做過資料搜集啊？有方你加數據啊？有方同學咁成個年得咁多網站，我點樣加數據先？有方好唔負責任嘅喎。有方同學唔好打斷我，主席麻煩記一記啊。係。咁啊，翻返嚟邊？翻返嚟執生先啦。古咁如果樂迷出，如果樂壇出現咗第二個古天樂，例如話流馬車跟住出嚟唱歌，咁你又係咪覺得樂迷投票俾佢攞獎又應得先？咁啊，就同你講頒獎典禮係要睇翻風靡大眾。如果流馬車都有能力唱一首風靡大眾嘅歌，咪可以咯。咁我覺得風靡大眾就可以。咁有咁請問有方同學，你係咪見想希望見到將來嘅樂壇只要有人氣、冇質素、冇音樂都可以咧？點話止冇質素先？咁啊，就係見到佢嘅風靡大眾啊，正正就係音樂從來都冇一個高低之分啊。有方同學咩覺得？唔係音樂無高低之分，問題係有藝術從頭到尾都唔係無高。粵方嘅公認文字。
平衡嘅標準咧，唔係淨係睇音準噶嘛，仲有其他嘢噶嘛。即使佢今日唱功唔夠好，咁咪代表佢嘅台風、個人風格、唔好投放感情呢啲，都完全唔需要理會咧。因為從來都唔係淨係睇音準衡嘅，個人風格同樣重要。個人風格各有所好噶嘛，憑咩俾一班專業嘅評審去代表大眾嘅意見咧？其實有分台咪要因為一個走音，一首歌可能走一粒音，其實將呢首歌點為垃圾咧？咁我照有分台邏輯，我哋整一個頒獎典禮輪流梁某唱 A 音，咪就係最好咧，都係莫偉。甲方第一段表白時間為3分09秒，超時五十九分。仲有請乙方第一段表白時間，有3分鐘表白時間。最後時間俾請致意。處長大家好啊，其實我今日都好簡單嘅，多人入嚟歌，多人中意咪應該加佢咯，但係就冇諗過樂壇真正應該鼓勵嘅係歌手係音樂現場熱度啊。有機會入咗同我交出嘅裏邊。
比賽、音樂科嚟考試。但係原來就係講緊音樂科同埋今日我翻返嚟從來目的都係唔同㗎嘛。音樂科我哋嘅考試要做嘢係衡量究竟你一個人係有冇基本嘅音樂知識。但係原來今日我翻返嚟嘅目的係能夠反映邊一款音樂係能夠風靡當時嘅時候。今日有同你冇我翻返嚟嘅你有點樣達到呢個理處呢？所以今日有位同學係我講你講出管弦樂嘅例子嘅時候，有位同學你又點樣知嗰啲樂迷係因為管弦樂靚仔，唔係因為佢唱歌好聽先投管弦樂先？退一萬步嚟講啦，就算我可承認佢真係音準有瑕疵，但藝術整體都係主觀，唔應該淨係音準一個範疇就決定好壞噶嘛。就好似而家樂迷啦，比起音準更加重視係颱風、旋律、意象呢一啲嘢嘅時候，唔通又唔係音樂嘅一部分咩？所以重點嘅係時下啲人比較注重乜嘢咯？就好似潮流衫咁樣，以前嘅人可能係注重件衫有幾咁鮮豔嘅顏色，但係而家嘅人注重咧就係佢嘅線條流暢度同埋佢剪裁時候，有可能你又點樣斷定邊一種嘅潮流先係最好啊？同樣道理，大眾最注重嘅音樂範疇係會隨住時間而改變噶嘛？你今日站一次，你俾一條尺佢哋嘅時候，無疑係扼殺緊你音樂嘅發展空間喎。因為你今日係叫咗所有音樂人照住同一個尺度嚟做音樂嚟唱嘅時候，又點樣可以做到有我今日口中嘅多元化呢？好啦，講到呢一點嚟講，有我同第二點嘅多元化。但今日有我講出嚟嘅係乜嘢？台灣嘅金音獎、美國嘅杜倫美獎。嗱，呢啲獎同香港唔同嘅獎咧，在於呢獎本身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範疇，有少數仲有我自己都承認㗎。所以今日有我同究竟你所講係多咗音樂種類嘅利處，定係你呢、這個專業評審制度帶嚟嘅利處咧？有我同我竟然係冇講過呢一點。而我今日有我同而多元化嘅時候，就係、原來見到樂壇頒獎禮，佢嘅目的從來唔係做多元化，我一句已經講咗啦。因為目的從來都係要驗收成果，彰顯最能風靡一時嘅音樂啊嘛。你今日要講多元化，你咪搞多啲音樂節，俾多啲人去表演咯。但係獎項嘅意義正正係透過大眾參與度嚟反映嗰個年代嘅風潮，呢一點嘅樂迷先能夠做到過。因為你少數人係唔能夠反映成個社會嘅喜好噶嘛。有我自己喺公眾環節都承認，十萬個人嘅時候更加能夠反映大眾嘅聲音嘅時候，點解又唔能夠透過樂迷嚟反映大眾嘅聲音咧？跟住有位同學試圖上我講例處，就係話銷量都能夠反映，但係就見到你啲銷量唱片銷量又點樣做到宣傳嘅效果咧？正正係而家因為有個誘因，就係樂迷去開心嘅拉票，令更多人支持佢嘅歌手嘅時候，咪會落多啲廣告，網上嘅討論度增加嘅時候，你銷量點樣做到呢個例處啊？跟住有位同學上我講例處話有投票門檻啊，係啊，所以有投票門檻，呢個係叱咤嘅弊處，而唔係樂迷投票機制係被弊處咯。因為外國一啲 Grammy 獎啲獎全部都係每個樂迷能夠投票嘅時候，未能夠做到我方今日所講嘅例處咯。所以今日先有一堂論證係咪真係？有分，覺得佢哋唔應該值得讚好。有分話你哋個頒獎典禮今日頒
問睇緊邊個歌手佢運氣好，邊個歌手紅得到就代表佢值得班咧？如果係咁，咁好抱歉，有方同學我都唔識點答你，因為我完全無法理解呢個邏輯。好啦，最後講到歸根究底，今日我方一路喺度強調，評審制度嘅好處係在於咩啊？係在於可以推廣到多元性嘅論壇，可以有唔同面向嘅論壇。有方話哦，佢都好同意論壇你要多元化，你覺得其他點解推廣論壇唔係多元化？話哦，因為你本地冇呢啲音樂獎項，我本地冇民謠，本地冇搖滾，但有方話真係咁咩？香港政府自己都引進咗兩隊搖滾樂隊去參加冰島音樂節，正正體現啲咩啊？香港唔係冇小眾音樂，唔係冇非主流音樂，係大眾睇唔到啊！有方話大眾睇唔到嘅呢啲音樂係咪喺你哋眼中就唔係音樂，就同今日樂壇完全毫無關係咧？辯方第二部嘅發言時間為3分04秒，我先請司法官依照比較自由辯論嘅環節，雙方仲每一方會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一方嘅發言時間用盡之後，每人都會宣布另外一方嘅發言時間，而另一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者多位議員發言，而每一位議員都必須要喺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嘅時候，再未有資格嘅有某一位議員同意發言嘅話，可以即場提出。如屬實嘅話，該議員所屬嘅一方將要被每一名議員。如果沒有的話，自由辯論環節現在正式開始，請正方首先派出一位議員發言，請袁甲方。雖然有分行，咩叫高薪，咩叫大劑量？你根本係冇有所謂好同壞嘅善良之分嘅時候，究竟你點解又話係又點樣分都唔係？有方同唔同意專業評審比起樂迷更加唔會受，係比較更加倚仗專業質素，係唔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咁不如有方你同我論證翻啦，有邊啲歌手係佢成首歌走曬一年後去攞到獎啊？有方同學咧，我可以同佢講過好多次，專業評審有專業知識，有專業素養，佢哋
比普通樂評更加能夠排除其他因素，去做到客觀人體專業上樣。咁我問你啊，呢個嘅專業評審咧，就有能力可以排除主觀因素，呢個樂評有冇能力去無啦啦突然間有專業上樣去評價呢個歌？有咩例子？邊一個專業評審能夠做到有乜咁客觀啊？就可能話我從頭到尾問緊你嘅係專業評審比樂評更少受其他因素影響，你答我係唔係？你答翻我先。你要同我，你同我講有邊一個人真係做到咁客觀啊嘛？係冇人做到，因為人冇可能完全客觀。有可能如果要咁苛刻嘅時候，咁你會唔會係我唔明啊？咁我再問翻，有可能承認，如果有樂壇由呢個喜好主動，小眾歌手唔受大眾青睞嘅音樂種類，就算質素幾好都出唔到頭咧？所以例如音樂從來冇質素高同壞咯。我可能承認可能專業嗰啲人真係可能係音準多啲嘅，但係我而家普通一啲樂迷，我睇佢嘅風格台風啲有咩問題啊？係睇風格台風問題，咪就係、是、大眾。佢風雲颱風，只要唔符合大眾喜好，就冇得出頭，就攞唔到獎咯。我有方好長，其實有方明白專業係，即係其實音樂係有專業之分，不過有方唔肯承認啦。咁我再問翻有方同學，就算同佢講主觀、講樂評、講人氣，係咪票數係咪等於反映樂評嘅喜好啊？係有佢台風唔合大眾，可能佢攞唔到獎，因為頒咗你從來目的都係彰顯緊嗰陣時個時代最能風開時嘅嘢啊嘛，所以已經改完啦。所以係咪有方同學你今日口中所講多元化，其實係咪咧？你需要加多幾個範疇嘅獎就能夠解決到啊？當然唔係啦，因為加多幾個範疇。咁其實都話佢留意嘅時候，咁又點樣推廣咧？所以我問翻友方咧，認唔認同係樂迷係唔會去主動去留意呢啲嘢少眾嘅歌曲？原來 Mira 咧，其實佢有慢歌，有説唱，有節奏藍調，有跳唱，咁多種類歌，喂，咁佢投咗票，咁點解仲有啲呢啲少眾嘅音樂係真係啲觀眾冇留意到㗎？例如 R&B 又慢調，有啲香港有邊首出名嘅歌係呢個友方舉例嘅？原來就係啱啱粵方嘅自由轉換時間已經用盡。現在方派出優惠或者都是辦法，現在剩下一分二十秒，
預備時間結束，然之後粵方嘅節點再重現。呢個我想嘅選字。已經有份真摯嘅過程放喺我面前，我好珍惜，等我失去嘅時候先追悔莫及。在座各位，大家好，相信大家都識佢台詞啦，係出自周星馳嘅經典電影《大話西遊》。呢套戲喺1995年上映，但完全唔受觀眾歡迎，香港票房僅已經算好，都只係僅僅回本。內地嘅票房更加係慘不忍睹，成個北京2000多萬人只係買出咗40萬。但係1996年，呢套戲被北京大學嘅副教授李揚凡大讚，又傳到北京電影學院，被專業學生認同，開始揾劇本背台詞。《大話西遊》由此爆紅，成為咗一代人嘅集體回憶。由此可以見到，普通人同專業評審嘅視覺存在住差異，而呢種差異正正係今日討論呢條辯題不可被忽略嘅。喺普通人視覺，佢哋會人雲亦雲，受到唔同嘅因素影響，唔係話佢哋完全唔識音樂，而佢哋評審嘅準則比起音樂本身，更多嘅係睇歌手嘅外貌、政治取向、花邊新聞、城中熱話等等。相反，係專業評審嘅視覺，佢哋眼裏面無時無刻都有張評分表，佢哋係倚仗住佢嘅專業素養、佢嘅專業知識，佢哋可以排除到其他因素。就好似我哋辯論比賽之所以有專業評審，都因為佢哋嘅計分表上面有邏輯、推論等等，呢啲專業知識普通人唔會識。但今日有方正正就係忽視咗一種最關鍵嘅差異，一味唱好樂迷票選。有方咧總用一句説話總結今日有方立場，就係有方覺得頒獎禮就係要帶眾意見凌駕音樂本質。有方今日係咁同我哋講，音樂係冇評審標準，但其實咧係有啊。就算退一萬步啊，用人氣嚟講啊，今日有方咧覺得咧，其實覺得咧，頒獎禮係唔需要，音樂係唔需要質素嘅，只要風波大眾就得啦。但係咧，而家我哋可以見到內地平台嘅榜單，10首9首都係洗腦嘅抖音歌，旋律炒鬧，歌詞空洞，衝突難亂做，但係呢啲一樣都可以風魔到大眾。所以其實喺有方眼中咧，其實頒獎禮咧，其實係咪抖音歌都可以攞到獎咧？其實今日有方想見到嘅樂壇係咪就係可以俾洗腦歌主咗，唔需要再注重旋律，唔需要睇填詞揾律平質，唔需要歌詞係精心創作咧？有方咧今日又係咁同我哋講咧。今日頒獎禮之所以重要咧，係要反映個歌手嘅人氣嘅。但其實今日如果有方覺得人氣係唯一決定獎項嘅評審準則，其實唔需要頒獎禮嘅，因為咧睇瀏覽次數啊，睇熱門搜尋其實都得嘅。因為咧人氣係穩定噶嘛，所以今日又按照有方立場咧，其實頒獎禮係唔需要存在嘅，因為體現歌手人氣唔需要靠頒獎禮。就算按照有方邏輯，有方同我哋講咧，要高人氣先樂迷宣傳就可以推廣到樂壇。我哋可以見到係咩？當一個歌手缺乏知名度，樂迷唔會識，佢連入圍都見唔到，佢點樣被看見，又點樣去推廣樂壇咧？當時嘅時候，一個樂壇頒獎禮嘅榜單就只會單一塊，全部都係主流。因為睇人氣嘅話，好似而家咁啲人周圍都係地鐵站啊、便利店周圍都係，但係一啲歌手例如何沛呢啲張子明呢啲，佢哋呢啲大眾連佢哋名都唔知嘅時候，啲樂迷點樣打到主流呢？有方咧同我哋講，樂迷投票先可以反映到大眾口味，但係唔係啊？因為咧見到樂迷投票唔係冇門檻噶，一個就算俾你投票，係咪個個樂迷都會投票咧？唔係啊，因為唔係所有大眾都係粉絲啊。因為咧，如果比如卡當真係樂迷票選嘅樂壇沒頒獎禮會係點啊？當樂迷票選會攞獎嘅，即係得翻有話題度符合大眾審美嘅人。因為樂迷會受各種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受到無關音樂質素因素而去扭曲賽果，佢哋投票唔使負責任，唔會有包袱噶。當今日話提到幾靚仔，通通都比音樂質素重要。頒獎禮唔再表揚音樂，淪為樂壇靚仔頒獎禮，熱舞話題頒獎禮，頒獎禮嘅存在意義又何在呢？因此，我方面提今日嘅應承啦，多謝各位。粵方辯題時間為4分。夜難靜，問有誰報名？勁歌主席各位大家好，有誰報名？在第四屆勁歌金曲頒獎典禮中，助張浩榮方在觀眾投票中擊敗梅艷芳的張冰山，劈開呢啲歌，奪得了金曲大獎。呢首歌其實訴説緊張浩榮喺樂壇中無知音，而他攞獎之後亦都感觸話：多謝有觀眾
對佢有共鳴，佢先攞到呢個成就。其實共鳴咪就係正正樂壇而家需要嘅嘢咯。問誰願意失去了自由？其實有安樂今日喺評論環節亦都承認咗啦，音樂係藝術，而藝術往往係客觀嘅。有音樂不斷咁直接強調話啊，其實而家現今樂壇好多人都走音，不斷咁走音話又冇特色。咁個問題有冇人舉出任何例子咧？冇喎。個問題就見到其實而家喺就算係 Mirror 都好，佢都有唔同嘅風格，例如有說唱啦，有節奏藍調，即係可能我講嘅 R&B。咁其實呢啲咪就係正正就係多元化。其實觀眾都唔會睇唔到嘅，觀眾一樣睇得到。而我有同學今日我方都問有方，係咪要一齊唱一個 A 音咁鬥，大家一齊鬥音準，或者一齊飆高音咁樣叫做一個好嘅音樂咧？唔係啊嘛。所以我哋一個藝術究竟好唔好，唔係話一個俾個客觀嘅標準佢，而唔係要好似考試咁樣一定要評一個高低。音唔係啊嘛，呢個就係因為音樂係俾大眾聽，而考試嘅藝術家只不過係純粹係分辨到佢對於藝術或音樂有基本認知，而樂壇班長就係唔係咁樣嘅作用啊嘛，唔可以咁樣而限制咗創作嘅自由。另外有科學今日同我舉出咗古天樂啊，其實佢都古天樂係大家因為想食花生所以先投票，係個問題有科學就係咁樣，就冇所以其實有科學都冇反對我哋嘅建議，就係古天樂呢個例子係能夠增加到樂壇嘅關注度，多人討論咗，同時呢樣嘢就係幫助到樂壇發展到佢係咪有新意，咪就係正正出到之後更多嘅張天賦啊、Mirror 呢啲唔同各種多元化嘅歌手咯，呢啲咪就係創出咗大眾喜愛嘅流行化咯。你話如果最喜愛歌手啦，咁就係要講俾大家聽，我最音樂我要新啊，咁咪出咗新咯，有咩問題咧？有方之後又同我哋講話，其實音樂應該有標準啦，會嗰啲因為啲樂迷咧會因為外貌而政治立場而俾投票出一啲嘅歌手，咁問題有冇交唔出？究竟有咩例子係真係因為外貌 ？Mirror 係咪真係因為佢靚仔，所以啲觀眾先投票俾佢呢？如果有方咁樣講嘅話，其實係咪辯論場上面大家靚仔啲咁就可以得獎咧？其實問題係有方今日舉出辯論呢個例子，個問題就係辯論其實就係說服大家嘛。所以其實我方都認為係要俾大眾聽嘅喎。有方係咪覺得如果我音樂當中有多啲音程、多啲和音、多啲伴奏，咁樣就能夠可以？做得好音樂唔係啊嘛，你曲高和寡呢個大家淨係覺得有啲任何有啲專業嘅節，所謂專業嘅技巧嘅時候就可以做得個好音樂嘅時候，咁呢樣嘢根本都唔係好音樂，因為佢只係俾到自己圍內人聽，而音樂係俾大眾聽㗎。有學今日都同我哋講話，其實係而家嗰啲頒獎禮嘅都冇乜需要啦，因為已經有排行榜呢啲嘢。個問題係有學都考過我哋嘅意見啦，咁就係正正係呢個樂壇嘅宣傳啊，或者有學咁講啦，喺地鐵站度有宣傳，呢啲咪就正正能夠促進到樂壇發展。當啲人關注到樂壇，當啲人參與投票啊、拉票嘅時候，呢啲咪就正正能夠促進到樂壇，大家去留意樂壇。咁呢個先係樂壇嘅原意。又有學錯，其實有學之後，最後我哋問，不斷咁問有學，有啲邊啲專業評價真係咁專業咩？其實冇㗎，就算連金曲獎，即係台灣嘅金曲獎呢個咁知名度咁高嘅。嘅比賽當中，評審都同我講話其實個個都係提主觀意見啫。咁所以根本就世界上冇任何一個比賽係專業評審就能夠做到咁客觀。有誰共鳴呢條問題？張國榮問嘅，我方就想問樂壇性流行是誰定？其實睇翻18至19年代，當時係貝多芬致力將貴族產品嘅音樂大眾化，受到海頓等嘅音樂家劇烈抨擊，但就因為佢勇於突破創新，獲到當代大眾喜好，所以先風靡時。更加奠定到佢樂性嘅地位，咁我哋係咪代表我哋一定要停止喺呢部分？唔係嘛，流行仍然在手，咁所以我哋會回應一個答案：流行定流行？多謝各位。你唱過一段落，請大家而家留喺原位守等。要睇下評判，最佳辯論員係需要額外評分。聽每一評判，即係喺今日八位台上辯論當中，選出表現比較突出嘅三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位填30分，次佳位填20，最低一位填10分，而其余嘅五位就需要填寫。
原來係中央計分、世界分，剩下雙方可以各打一位裁判代表去監察計分。頒獎禮咁，可能以前叱咤佢，可能都係
搏埋去選嘅。咁以前通選出嚟又真係呢啲抖音歌，選出嚟又真係呢啲完全大家係即係可能隔住方嗰個牛馬車咁樣嘅人，其實都未必嘅。即係會唔會大眾其實佢哋即係雖然佢哋嘅見識未必咁多，但係等於佢哋選出嚟嘅人必定係差，甚至就係假設啊，真係可能同一年半年係古天樂咁樣先算。咁以前都屆屆都係古天樂，即係換言之就係其實會唔會嗰啲嘅市民他們可能有一年半年是有其他東西凌駕了，即是同期真的最應該拿獎的人，但其實這個可能是即只會是一個短暫的時間，因為觀眾最終都會即慢慢去了解得到裡面我即希望繼續聽下去的會是這些發展。那還有就是我覺得另一個甲方可能都要想一下回應的，就是即雖然你們有輕輕點過，就是他們都會說，就是雖然粵方都有說，就是雖然是主觀啦，咁但係佢深刻都應該會有一啲嘅，即係更加專，即係你通過一啲更加專業嘅知識，你深刻會歸納到一啲咁樣叫做比較好，或者係一啲普通人意識唔到嘅。例如就係、是，即係我覺得粵方好可惜嘅就係冇喺，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後先出，同埋即係文嘅力度都唔夠大，就係、是、即係例如你本身你音樂科、社科，甚至你讀到大學，咁你會學更多編曲上嘅細節，或者可能係更加多作詞上。心機，咁我覺得粵方咧，其實即係你提出呢個嘅 argument 好，但我覺得你可以即係試下俾多少少，會唔會係有啲專業嘅填詞人啊，或者係編曲嘅人，佢哋有嘗試去解釋過，就係編曲嘅即係有啲咁樣嘅道理喺裏邊。咁因為即係我係真係好熟音樂啦，咁我可能深刻覺得可能即係填詞係有啲心思，或者係個編曲可能有啲特別之處，但係我唔知道佢實在特別之處。咁我就會喺度諗。如果你真係嗰度一個專業評審，佢係識咁多嘢，佢對於呢個範疇係有咁高嘅了解嘅話，咁同我去睇呢隻歌又有啲乜嘢分別咧？咁至於喺呢一個點再延伸出嚟咧，就是、我覺得甲方有嘗試講，但係好停留於一個好表面嘅層次，就係、是、你好想講就係、是、其實你得到大家歡心就得到，即係其實你歌呢啲嘢，即係當然啦，喺你哋嘅立場本身就係、是、咁，其實即係都係好主觀咁，唔通即係。嗰啲人講到天花龍鳳，咁我就一定要好中意呢一隻歌咩？咁但係我覺得就好停留於就係、是、你冇理啦，咁總之我風魔到大眾就得，甚至去到後面即係越嚟越難聽，就好似啊，即係流馬車出去唱嘅歌，得到大家望到眼球 ，OK， 咁我錯我可以俾個獎，或者係即係抖音歌咁樣，咁可能佢嘅旋律係好一般，但好細路，或者佢啲歌詞係好庸俗，但係就係啲情情塔塔，所以我好中意。咁但係就停留於喺呢個。即係我覺得你可以用一個好啲嘅包裝，就係會唔會一啲專業評審揀嘅其實好離地嘅，即係老實講，咁佢哋即係讀好多書，或者佢哋喺呢方面有好多研究，所以佢哋會特別留意到一啲編曲上面嘅心思，會特別留意到一啲歌詞上面可能佢講即係首尾呼應又好，佢用好多隱喻又好。咁但係對於我一個樂迷嚟講，呢啲係咪真係咁重要嘅？即係你哋見面有嘗試講話，就係想要人哋嘅共鳴啊嘛。咁如果呢一樣嘢即係真係曲高和寡嘅話，係個個樂迷都唔係個個人都真係中意的話，咁到底個歌手創作出嚟嘅嘢係唔係真係咁有意義，或者又係唔係佢真係會想做到嘅嘢咧？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甲方即係你哋開咗個頭，但係咧就喺後面咧就冇好聽咁去繼續 follow 咯，因為即係你。係想強調，即係風魔到大眾，你就好難去避免令我覺得就係、是、其實大眾中意嘅嘢，即係我哋都我至少我嘅感覺就係大眾中意嘅嘢，其實大多數都係冇。咁會唔會就令到個樂壇，即係佢哋講嘅多元化，雖然你哋有 challenge 就係係咪搞到幾多獎就得啦？但係我喺度諗緊嘅多元化會就係令到嗰啲旋律行去某一個方向嘅，即係。以前點解啲人好似成日講話，好似出好多 K 歌或者嗰啲，即係 K 歌之所以 hit， 其實都係因為佢旋律夠洗腦啫嘛。咁如果我係風魔大眾就足夠的話，咁我哋個樂壇之後就只係得呢啲嘅歌，甚至嗰啲嘅人因為想得到可能你所講嘅共鳴啦，或者係因為想得到大家嘅認同而越嚟越作得多呢啲歌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另一個可惜，即係所以標準嘅問題就喺呢度就即係就完咗啦。咁但係另一個可惜嘅問題就係冇喺呢個標準之後再延伸一啲後果上面嘅問題，即係例如甲方頭先我講話，你哋可以講多少少個後果，會唔會就係樂迷覺得好離地嘅嘢會點樣算咧？即係成正頭先嗰位評判，即係頭先嘅評判所講，你哋少咗好多開 tool 上面嘅研
伸啦。咁其實呢個可能就係一個好嚴重嘅後果，就係啲樂迷完全唔同意專業評審嘅即係判決，而所以覺得其實我無論中意啲乜嘢歌都好，原來其實嗰啲專業評審都唔中意嘅話，咁我仲點樣即係我支持落去仲有冇意思咧？即係我中意嘅人永遠都唔會即係得到認同咁樣，又或者係即係或者係跟翻你哋本身條線，你想講我哋去拉票啊，或者我去支持拉票嗰啲，都已經再冇作用啦。咁樂壇嘅關注度會唔會少咗咧？咁當然，我覺得你都可以提，即係可以再補充下，會唔會現實上面真係有咁樣嘅情況發生？例如就是可能其他國家嘅獎項，就係因為佢由專業評審啦，例如可能香港先算啦，香港有個 cash 嘅金牌獎咁樣啦，咁冇錯係有啲專業評審，但係冇咁光升，就係個原因就係因為。似叱咤咁樣，我係俾你拉票，我用勁多 social media， 我俾你投票入場，即係選過我最喜愛嘅歌手。呢、這個會唔會就係令到佢嘅支持度降低嘅最主要嘅來源咧？咁我覺得好可惜就係我喺呢啲後果上面 elaborate 好多，就變咗就係純粹係咁同對方喺度講，喂，咁你想唔想佢紅先？你想唔想佢風波大眾先？你想唔想有人慕名先？想啦，咁就要咁噶啦。咁我覺得就有啲可惜。咁粵方都一樣，就係你冇辦法好。表達好就係嗰個質素會慢慢下降，或者變得好普通嘅一個後果。因為即係我覺得專業評審，即係正如你哋所講啦，佢哋專業，咁佢哋專業所在就應該係佢哋可以有辦法 spot 到一啲大眾唔會 spot 到嘅嘢。而其實都不乏啲例子，就係攞完獎之後，佢哋嘅關注度係會高咗嘅。即係例如可能李榮浩咁樣，佢都係好似攞咗金獎之後，咁佢先至紅，大家先至去聽佢啲歌。咁會唔會就係？透過專業評審，我哋可以令到樂壇去認識到一啲更加有實力嘅歌手咧。咁當然，即係呢個地方咧，即係甲方要 challenge， 其實都係做得到嘅。就係、是、其實係咪真係即係而家嗰啲樂迷揀出嚟嗰啲人，佢全部都即係好質素好差咧？即係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可以嘗試用下李榮浩啲例子去話俾大家知，就係、是、會唔會係反而透過專業評審認識到一啲大眾未必知道嘅歌手或者係作品。從而去推動成個樂壇的競爭，因為我而家不再是真係爭人氣啦，就係真係憑實力，我真係作品説話嘅，咁會唔會咁樣先係比令到樂壇更進一步咧？咁所以就我覺得今日場比賽咧喺嗰個標準上面咧拗咗好耐，咁但係又冇人可以即係冇人有一個好清晰嘅界線話到俾大家知，即係兩樣呢兩個標準之後衍生出嚟後果係有。幾嚴重或者有幾好，咁就令到我覺得即係呢場比賽個焦點就冇，即係冇個討論冇更進一步咯，係啊，咁樣。唔該曬，再再有請袁在仁先生。因為我先兩個團員都講得好，所以我好簡單咁交代一下我喺最關即係雙方討論最關鍵嗰個點上。究竟喺音樂呢個問題上面咧，有冇得可以分高啊？或者所謂即係音樂或者審，即係音樂呢個審美上面咧，有冇辦法可以判斷到某一啲嘅作品質係其實有一個共通點嘅，或者呢啲共通點係可以有某啲嘅方法嚟評定咧個質素好啲或者差啲？咁咧喺呢個點上面咧，因為正方即係甲方佢甲方同我咧，其實都用咗好多嘅即係方式咧去判斷質，即係喺邊個環節去問佢呢個作品。去問對方，究竟喺呢啲狀況下，即係頭先兩個團員都有講，究竟你點樣分咧？你點樣分啲兩首歌嘅質素咧？你點樣分佢嘅高下咧？點解佢係咪就一隻字嘅音就等於佢係好咧？我哋睇一首歌係咪就等於係咁簡單咧？譬如喺辯論場上面，我哋判斷最佳辯論係咪因為佢一隻字讀錯音，所以咧佢成四分鐘嘅演辭入邊咧，佢就必然係最低分咧？好似即係我覺得咧，甲方同我用咗好多，我認為喺技巧上面確實係。即係我個人覺得啦，比起粵方樂壇比較豐富嘅方式咧嚟到質，咁我覺得喺技術上咧係有優勢。不過咧，我最深刻嘅點咧係喺粵方樂壇我咧提出咗關於喺 DSE 嗰度咧，其實咧會有一啲考核嘅方式咧，考一啲關於審美嘅科目，就譬如即係 master 或者係即係音樂嘅。咁去到呢一個點上邊咧，嗱我本身印象咧，甲方二副嘅同學咧就係、是、話。因為咧 ，DSE 咧其實係要考嘅係基本嘅音樂嘅知識，而
頒獎禮入面咧，其實我哋係要去揾到一啲比較即係受歡迎或者有認受性嘅過程，所以佢哋嘅功能係點樣？但係咧，我覺得咧呢一句咧其實係好重要。我用甲方度講呢一句就係、是，如果有啲所謂基本嘅音樂知識，呢啲基本嘅嘢係共通嘅，係好主觀嘅。如果唔係，點解會叫基本知識咧？如果唔係嘅話，喺嗰個評分準則入邊會唔會寫老師？你覺得邊個最好就最好咯？定還是係考評局會話俾你聽，你都要有啲準則嘅。呢啲準則係放諸每位考生同每位嘅考官都係適用，即係你唔可以完全地個考官自己中意，見到個人吸引，我總之我覺得好吸引，即係佢喺佢身後咧有一道光照落去，然之後我覺得好正，所以咧我就揀咗呢位考生係攞五星星啦。係應該係唔可以咁嘅。咁但係嗱，我覺得有個問題嘅，即係我喺呢個判斷上面咧，就係、是、我會輕輕地。覺得粵方咧呢個例子咧，我認為係比較有能力咧去回應到你哋嘅嗰啲準則。不過咧，因為咧其實咧粵方同學咧好好詳細咁解釋呢一種所謂基本嘅知識或者呢啲基本嘅能力呢啲咁或者相對客觀嘅準則，好具體係啲乜嘢？即係我諗最簡單，咁你經考評局嗰、那個即係報告睇啲準則，你最起碼都講到啲出嚟。但係咧連呢啲都冇咧，我就覺得。甲方同學嘅質疑咧係冇到嘅，即係你講嚟講去都唔知究竟嗰啲嘢好實在係啲乜嘢，咁就只能夠一個好籠統嘅印象。即係嗰籠統嘅印象就係、是、都粵方都有啲道理嘅，都應該係有啲客觀嘅準則嘅。如果唔係嗰個學生五星星同三個點樣分到咧，爭夠遠嘅分數，咁所以都會覺得係，但係就個 picture 係好唔清晰，所以只能夠咧係輕輕地覺得粵方同學咧會有一啲嘅道理，係啦，即係。呢、这、一個點咧，因為係最主要嘅爭論點啦，所以就我個人會覺得，即係粵方喺呢個爭論點咧，就會有啲優勢。不過咧，因為咧我聽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甲方同學咧，其實你哋嗰個主線，我個人認為咧，個重點咧唔純粹係判斷究竟音樂有冇高低。其實有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就算判斷到高低，真係好重要。就算真係古天樂唱得好咁好聽，但係如果呢、这個獎頒俾佢，令到呢、这個頒獎禮嘅認受性咁高，大家更加認可呢個獎項。咁你話佢冇咁好聽，真係咁重要？嗱，而家有個 DSE 嘅考生，我唔清晰，佢出嚟話古天樂好渣，咁啊點？係啊，你係大學音樂系嘅，你所有嘅嘢都造詣好高嘅，但係所有嘅觀眾都覺得點解要認？如果你頒咗俾嗰個五星星嘅考生，你頒咗俾音樂系嘅嗰個一級榮，大家都唔再要嚟聽呢、这個呢、这個頒獎典禮喎，唔再認可佢。究竟嗰個樂壇嘅後續嘅發展，即係你哋心目中嘅後續發展，佢何以為嘅咧？因為頭先評判都有提及，所以你哋有第二個論點，評判覺得講得少咗，我覺得都真係講得少咗。而佢原因係因為我哋搞咁多嘢，即係談判時候要即係分數，即係你做咁多嘢，你用咁多個評分標準，做完咁多嘢，到最後冇人想理你。你曲高和寡有何價值？而我哋樂壇而家最需要嘅係啲乜嘢？即係你哋眼中，即係我哋最需要嘅係一啲即係可以玩古典音樂啊，玩得好勁好勁，大家都聽完之後淨係識完咗之後就拍兩句掌咁樣，即係拍兩下掌咁樣嘅人啦。你還是係一啲能夠帶動到個社會，起碼我而家關注樂壇嘅人咧，就所以我覺得點解真係第二個點講少咗咧，會令到你哋認受性呢個問題咧，佢冇咁重要，即係。認受性唔高，咁會點咧？會令到大家會點咧？而大家唔理樂壇，咁樂壇難以發展，而會導致咩咧？就係、是、你所講嘅嗰啲專業嘅評審，或者佢哋要一個發展嘅前提係，你都要有大家嘅支持。簡單嚟講就係有資源啦，你先可以繼續去向住你所謂嘅專業嘅嗰個部分嘅發展。咁所以我覺得咧，呢一個部分咧就其實我認為啦，甲方嘅同學係可以。我同意你哋嘅爭論係，或者你哋喺即係公辯或者就個環節質疑嗰啲部分係冇問題嘅。不過如果可以去翻一個即係最或者喺你哋嘅主持人講得幾關鍵問題㗎，咁就算佢最後即係粵方爭論贏咗嗰個戰場，就係真係分到高低，咁唔代表認受性高嘅。咁而且咧，我覺得咧有幾樣嘢咧，我即係嚟做到結論，我真係覺得一個點啦，就我覺得係幾。但係即係你舉貝多芬呢個例子，不過你冇詳細演繹啦，但係所以我冇特別俾高分，我只係講清楚。但係咧，
子用得真係好好，就係我覺得你呢個例子想講嘅意思係，所謂專業嘅內涵會不斷改變，曾經富裕多分咧，係俾人哋覺得係一啲所謂一啲唔係好吸引嘅音樂，即係有佢嘅潛力，覺得你唔明白。如果用專業嘅眼光，嗰佢嘅潛力，你覺得佢唔掂，就會篩走。但係佢而家喺我哋眼中應該係專業啦，或者我相信粵方都會，或者我諗粵方都唔覺得富裕多分係專業。但係如果單純用某一個特定時期嘅專業評審嘅眼光去判定咗藝術嘅發展嘅嗰個流動性咧，咁佢嘅內涵就可能被永遠地，或者佢好長時間被鎖定喺某一個特定嘅位置度。咁呢個時候，我真心地覺得咧，如果係呢一個討論咧，我就會覺得即係呢個討論放喺前面咧，我就會覺得有力好多啦。比起爭拗究竟啊，你係專業啦定唔專業，而係專業呢樣嘢可以隨住時間轉變嘅。譬如50年前，即係我哋即係最近呢一兩年啦，攞咗一啲即係專業獎，即係專業嘅評審嘅獎嘅嗰啲音樂，如果放喺50年前嘅香港，係咪會俾人覺得係好輕浮啊、好粗俗啊、好無謂咧？如果係嘅話，點解我哋今日會嗰啲專業評審但係又攞到呢啲獎咧？我覺得呢樣討論真係幾有意思。不過即係去到結辯啦，而且你真係得一句或者一個例子幾句咁樣就。我只係覺得我個人覺得係好有意思，不過就唔會成為嗰個評分核心，係啦，主要就係咁，多謝。唔該曬各位評判，現在由我宣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係粵方第二副辯方。